现在维恩的 Q 额外攻击力加成很高，而且现在一级的 W 最大的生命值跟以前两级是一样的，所以维恩现在前几级的作战能力比以前凶很多，强了很多。待会配上我们大刀，大刀参与击杀会延长时间，再配合疾跑，哇，高，这不就是女版剑圣吗？高原血统。啊，一起跳吧，拍掉身上的尘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。加攻击力开大，然后朝着敌方目标走，有加大量的移速，这不就是高原血统吗？小心点。参与击杀再延长这个大的时间。反击风暴可以打来，随时来个 E。我这疾跑一直在续上的。一级高原血统看到没有？不回家，这时候回家掉很多线。打断一下，他有 T 的，打个 AQA 他就死了，把他压出经验区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我还没 W， 有 W 这个 AQA 伤害更高，直接半管血。直接推了走。黑夜也会怕我。来个吸血鬼结账。昨天我也刚加强了，加强了这个被动朝对方走的移速，30变45 ，Q 的额外攻击力加成大幅度提升 ，W 一级的属性也提升，趁黑出动，再配上这个强攻 AQA， 伤害高的一，怎么我感觉我等级还落了？罪恶，这龙王这东西本来前期就比较弱的，我们这英雄前期比较强，扬长避短了属于是。我的 E 我都懒得学了 ，E 蓝耗太高了，学个两级 Q 打他，半血没了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很变态？学 E 可以推他 Q， 但是我们有连这个镰刀在，可以回血。对面打野在哪？这时候再学个 E， 待会给他推了，但他直接没伤害，可以打断他。这 Q 是龙王的主要输出。给他射墙上看也没线，没定墙上，这摸个眼踢一脚不死了。现在有意在跟他打，我闻到了，我听见了。算了，不贪了，走。这很简单，就 AQA 半血就没了，再 E 再把它推开。AQA 三环加上强攻打人爆疼，没什么能玩。现在我这两天都没碰到打单人线的维恩，但是感觉
只能说很强现在。但是有一类型的英雄不好打，那种推线快的能一套秒你的你就不好打他了，因为这个维恩推线很慢。但是龙王这个东西前面推线不快，但是后面推线才快，前期又很弱，所以维恩就随便打他，我们一还能打到他技能。他把E交了，他就叠不了这个星辰。黑夜也会怕我。我马上升六了，没关系。这剑圣这种东西前六级没啥用。都不升六了。先墙上。给推好。对着墙滚。这样的话射得比较快，可以取消我们 Q 的后摇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最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看到没有，全屏被动支援还很快，这不他死了，自带两双鞋支援这样子，整个屏幕范围。跟那个奶妈被动有点像、奶妈是朝着血量低的队友去，鲁恩的被动是朝着敌方目标去就有加速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，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我去看看这剑上人在哪。我已经看见了，我这边带我可以过来。秀一下我们的身份，小心点儿。
打，你不是要打吗？为什么不敢操作呢？我以为他要上了。换个真实名来，不要被卡视野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堆攻击力加吸血就可以了。盾弓饮血，羊刀不要买。这委员现在 W 被砍，前期加强，后期被砍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现在堆攻击力主 Q 的收益很高。我们这个出攻击力的话 E 也是额外加成的，也很高啊。你看一个 E 兵就秒掉了400多伤害，所以你会用的来 E 配合 Q 打人很痛的，瞬间爆发贼高，八个四了。没 A 出来，被他大炸到了。我感觉维恩不缺蓝，没什么必要吸蓝刀，有吸血就厉害。这满级 E 推一下，有个七八百的伤害吧。一个 E 推下七八百是什么概念？一个射手。他有两段加成，第一段是 0.5。第二段是 0.75， 这两段就合起来就是 1.3 了。 1.3 的伤害加成，你们品一品捋一捋。黑夜也会怕我。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被揭开。盾弓买了无敌了。哎，其实费兰是我一交的比较频繁了，我这一不乱给其实没那么缺蓝。看到我了吧？令人恐惧的阴影。
第一时间没给他推开，我操，被塔 A 死了。第一时间就应该一闪他的，这一闪他可以给他秒了，打了600的伤害。不应该省这个闪，把这暴风大剑再摆一下了。这推一下现在很痛，基本上 AQA 加个 E 他就死了。这个 AQA 打强攻加被动三环还有破百，再 E 推一下。这波有疾跑可以操作一下，收割一波团。黑夜也会怕我，是算账。他跑不了的，我有疾跑跟大子，高原血统也没用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我也是高原血统。我开大超的，他走有90移速的。再来个分龙魂，更无敌了，开大直接千速为恩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，这波不能操作，这波没疾跑，没闪。先杀到一个那就可以了。能落后呢，小心点。回家把银血卖了，大龙搞一个了。
先锋先丢了。赶紧补攻击力。黑暗中所有东西都将被击开。还差一条龙。等他们能追出来，先别急。把血先吸一下了。来个五杀宝贝。可以挺好玩的，中单为人。